哇，这个欢迎光，哎，直接他在那宣传好不好？麻烦你，提卡管的，还是提卡给龙华金？你提一下就奇怪呢。哇，他在我胸前，他表示我对子孙的尊重。哦，真的。对啊，怎么还有会想到又要收什么呢？是啊，怎么样？是你觉得我很帅，很奇怪吗？我搞笑很奇怪，有点奇怪。我拿好了啦，好吧，我来拿。好啦，这个是我们子孙的这个宣传海报哦。你想来，你想来，你天天乖乖的咬，哦，好爽，乖乖的咬。哎呀，哎，子孙，子孙，是，我用十二月十七号啦，是，在高雄，哎，高雄，高雄啦，被绑进来子孙哦。第二场演唱会哦，第二场，第一场在台北，在台北啊，主播啊，对啊，六 K 啊，哦哦，谢谢云哥有趣耶，帮我们增添多少风采。不要讲，不要讲，因为其实云哥其实平常蛮闲的啦，是吗？对，你有什么好耍？才在这个时候，被背掉懂一点机制，下一首怕他都没我，你怕给我跨国技能，不跨魅力，多一个机关枪杆啊，没事的哦。好了，好好干小姐，所以哎。这个十月十七是在哪里？高雄。高雄市文化中心。哦，哎，你打一，啊，你打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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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雄市文化中心，是德塔，是德塔。那这个十七号星期六下午四点，是。那金龙灭粉丝哦，尖叫声，谢谢你们，你们会不会去？十二月十七号，你们一样要跟梦想的粉丝学的，就是说你们身上要带红包袋。不要这样子，这秀慧姐隔一天新闻又出来了。哎，不予回应，不予回应。人家开心就好了，真的。对了，人家那量量力而为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来了，谢谢。我俩勇将，你哪边冲啊？好，看你姐哪边冲上。我哎，今天的最佳 CP 呢？哎呦，在哪里？明哥的召唤。是，哎，我召唤你啊！召唤我，你动作要行，手游，神奇宝贝，召唤，神奇宝贝，召唤，我们最大只的恐龙，哎，来，关一关，关一关，那摇下就一档，还是你荧幕最佳 CP 项，没错，来，你摇下，刚刚唱有我决定的，啊，有你决定了，啊，这么是你决定啊，你决定了，你决，我决定了，哎，来，我们欢迎杜新田来，欢迎杜新田，哎呦，最美丽的。要来了吗？来，新田来了吗？哇，你们，我以为你们两个根本就是情侣装嘛！你休改，进来哈，进来，你喜欢谁谁？开心吗？你两个哈，今天的今天小心机哦，为钱为了开心，昂睡欧大班，车过来玩白腾口，腾口，来，你们两个要得来，你们没有在外面这样。合作吗？对，合作。你们都在摄影棚录节目。哈基美，哈基美的兄，哈基美的辛苦，有那开心吗？不是，哈基美是第一次吗？我介绍一下，日语要问我。哎，对，我以前是抗日英雄，你不是都讲奇怪的话语吗？啊。我以前不知道，我以为啊，我们台湾的是个蝴蝶的王国，你知道吗？台湾有什么什么大黄凤蝶啊，什么什么凤蝶，有没有蝴蝶？我以为一直以为，在我高中的时候，我以为日本只有两种蝴蝶，一种叫亚美蝶，一种叫伊蕾蝶。哎，亚美蝶，亚美蝶，伊蕾蝶，伊蕾蝶。其实，喂，没错，其实还有一种蝶，什么蝶？凤狗的光蝶。哎呦，谢谢。不要这样子，他们没有在户外场地是什么？是，而且是第一次，对，今年都是录影，对，都录影才会荧幕最佳 CP 嘛。啊，你两个谁啊？那也带。我们今天哎，对了，为什么要合体呢？第一次呢？哇，献给文哥，有收到很多讯息，哎，可不可以在外场，就是除了在录影之外的场合看到我们合唱？你选哪块地方？录影之外第一次合体 CP， 这新年也是第一次献给了云哥。好像是，是这样啊。对啊，人家是献给我们圣地啦，对，人家是献给我们圣地，今天是我们圣地生日啦。好啦，后来我跟你讲，十二月十七就是高雄场的，哦，这个新田，哎，不是，哎，子孙啊，子孙，对，我已经宣布说我们特别来宾，已经宣布要结婚了，来恭喜。那个谁，阿忠董事长，6万块红包先包起来。哎呦，因为当场在现场表演是给你看。不是，现在有宣布说哦，跟新年一起的，会贵宾七对啊，好，阿忠啊，唱很多歌曲。你们第一次这样在户外第一次合作，没错。等一下，带来啥的歌？哎呦，这个我们也没有在节目上唱过。哇，你们两个没有完全为了今天哎，真是但是这大家耳熟能详的歌，对，大家也熟悉的。来，哪一首歌曲？制造浪漫，掌声欢迎杜新田，新田配偶，来来来，欢迎。
在闪光的深夜，与你一样祈祷，但也觉得那个实现的完美。等待之中制造一些小浪漫，丝丝叠叠浪漫累积成情感。等待之中制造一些小惊喜和希望。我们泡泡，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叫台南，是，对，我们现在我们稍后一下，是，不必再这样，对，来过来过，台南的招牌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就是阿伯，哦不，进来啦，台南的家产，家产，是不是？对啦对啦，好了，今晚邀请咱台南的大家，大家长来到了现场，好了，来预备公布各位吧，我们要不要邀请大家来掌声？当然，热烈的掌声，我们的台南市长黄伟哲。改黄伟哲，好，没办法，好像我有点狗腿了。小心小心，再次热烈掌声欢迎。欢迎欢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跟你影响到，对啊，起跳跟你影响到时间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刚好要擦一下，看得满头大汗，还有擦一下汗。不是啦，哎，阿伟想转吗？哇哇，你是在骗兵友啦，不要骗阿伟啦。这句话是邱伟杰跟你说的吧？好啦，来来了，你们两个哈，刚才那个制造浪漫 ，OK， 对，但是我们希望。所有的粉丝，我那朋友会不会听一首？没错，你你哎，想一个要拍多一首？我无，我一届唱三加一好不？三加一，啊你敢袂想等？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完了，你是你是一个串烧吗？对，主题串烧节目上有唱，哦，在节目上有唱过，把节目上的表演搬来这边，哇，太棒了！连乐团老师都是黑啊，有这乐团小宝，哎，他请乐团是 Hello 老师大乐团。对，全国必摆把围卡修的，都哪里修的？哦，对哦，很高级，专业的，专业的，所以 international 要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《三缺一》嘛，哈，哎，对，三缺一，哎，大家加一嘛，三加一，好，三加四月望雨了，好，哦，主角要掌声欢迎杜新年、李子深，四月望雨，耶，欢迎。Oh,
Oh,
谢感谢。好，那我先跟你握手。我到你打配哦，我到你，这后面就是安尼俩。直接潜规则。啊，还有可以。啊，这是演艺圈的潜规则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。